Hello， 大家好，依個今日又嚟到寶仔教煮餸時間啦。今日咧就教整甜品，整呢個士多啤梨，士多啤梨嘅蛋糕。其實都好簡單嘅啫。嗱，去百佳超市嗰啲買咧，就買一袋一盒嗰啲咁嘅已經片逼咗嘅有糖同埋有麵粉。而家咧工場買咗個係士多啤梨味嘅。就係咁樣樣啦，拆開咗。咁而家咧就佢話要準備有杯水啦，同埋半杯油，一杯水，半杯油，同埋兩隻雞蛋，咁樣咧就將合埋一齊，好簡單嘅啫。咁咧一杯水咧，我就今次咧就令到個蛋糕香滑啲咧，我就會用半杯奶。半杯水咁樣溝埋嘅，咁而家咧首先就打蛋先啦，咁就整勻佢啦，當然，喺聖誕過節咧就大家可以享受。不會出街啦，疫情咁可以歡欣鼓舞咁喺度慶祝，喺屋企慶祝都得嘅。咁啊，倒落去啦。咁呢度咧就有半杯油啦，半杯油。再加埋半杯嘅水啦，再加半杯奶，我整呢個鬆棉蛋糕，厚身嘅，咁咧就我用呢個框攪勻佢啦。咁之後咧就會用啲星星咧，攞嚟星星嚟做裝飾嘅星星，有呢個白色嘅 frosting 攞嚟搽，仲有呢個朱古力 chip chip， 咁啊可以咧完咗之後咧就可以上去佈置，當然就唔得少得上去 cream 啦。咁而家咧就打勻攪勻佢，整到佢mix 好。非常之勻咧，咁先至可以得嘅。而屋企咧，自己都可以整噶，如果有啲人咧想個蛋糕更加滑啲咧，嗱就一杯水就可以變咗成，可以代用一。杯奶嚟代替，咁咧就更加滑。咁有啲人咧就唔飲得咁多奶咧，咁咧就用水代替 OK 嘅。
搞到佢好似烏仔個狀咧，大概搞兩分鐘到啦，咁就應該 OK 嘅啦。如果你有啲家居嘅電器嘅攪拌機咧，用電攪咧就搞兩分鐘都 OK 嘅。差不多得了，咁個焗爐咧就要 set 到大概preheat 咗400度，焗嗰時咧就去350度華氏嘅。咁我已經 preset 咗啦，咁去翻350度先。咁今次咧我就整一個叫做松露蛋糕，用呢個模嚟整嘅，咁樣。咁咧就預先咧可以攞啲紙啊牛油紙咁咧，可以抹一抹佢，可能唔會黐底。有啲人有啲噴劑咧都可以用嘅。咁咧就抹一抹，用嗰啲油咧掃一掃個底，等咧就唔會黐底。多少少先。咁而家咧，我哋落去個模度啦。重量咁平均咁樣放落去。咁而家咧就可以將佢擺落焗爐度焗大概咧一個鐘係大概一個鐘度啦，咁就可以得噶。暫時係咁多先，等一陣咧出嚟就再俾大家睇下。焗爐咧就而家 set 咗係350度，咁喺裏邊。咁我啱啱就攞咗個蛋糕出嚟，攤凍咗15分鐘啦。咁而家就可以拎個模，哇！仲係幾熱嘅，咁就要攤凍咗先可以搽啲 frosting 上去嘅。
俾你睇下，大家。哦，這個就是士多啤梨蛋糕，不過呢還要等它攤凍多一點，這樣才可以 再做第一個 step。 15分鐘後再見，等它攤凍了。嘿，又到煲仔時間了，現在呢個電蛋糕呢就攤得七七八八了，我們現在就可以搽一些 frosting 上去，真係漂亮漂亮咁樣，就用呢、這個 puff puff。咁就都係好簡單嘅啫。咁咧就係搽得非常之均勻啦，側邊都去搽啦咁樣，唔係咧就唔靚噶啦。今次咧就比較特別啲嘅，咧咁我就側邊咧就用另一種 frosting 嚟擦，用個橙色嘅，配合翻佢係士多啤梨啦咁樣。OK， 側邊咧我就會用呢個橙色嘅 frosting。
柴 Frosting 啊，而家咧就由就變咗係咁樣啦，噔噔。咁咧，我哋就有幾樣嘢可以貼佈置依個蛋糕嘅，聖誕蛋糕嘅，有新鮮嘅切啱剛切嘅蘋果仔啦，有依個閃閃發光嘅星星啦，有依個朱古力碎啦，當然有依、這個啲生果仔咁啦，啊，仲有依、這個可以加依、這個Nutella 朱古力咁樣嘅。咁、首先咧，仲有一個當然少不上要有 cream 啦，喺雪櫃攞出嚟 cream 啦。咁、首先咧，我哋咧就啊開咗先。咁咧就第一樣嘢咧 ，before 整個 cream 咧，我哋就佈置喺依個蘋果先啦，或者審啲星星先啦，星星就靚靚啦，係咪啊？我先開，都星星。可以好隨意咁樣咧，都得嘅咧。星星入滿天下咁樣。仙女散花。有聖誕啲氣氛咧，係咪？視乎個人喜好啦。好啦，都差唔多 OK 嘅。啊，星星就搞掂啦。第二步咧就整生果啦嚇。咁 可以擺啲蘋果上去。咁樣啊，再切多下先。有蘋果啦，仲有依、這個啤梨啦，有雪梨，有依、這個桃啦，隨意啦，好味好靚呢。如果唔夠星星咧，就可以加啲嘅，我都覺得。
星星就加咗啦。而家到 cream 啦嘛，到朱古力，到 cream 先啦。會有啲啲咧。都幾靚嘅。咁之後咧 ，cream 就加咗啦。第二步咧就加朱古力啦。朱古力。簡直是傑作啊。而家咧，再要加呢個係 Nutella 朱古力。Nutella 點樣加好咧？咁咧，我就諗住咧就係隨意啦。我係捆邊嘅，我諗住。都好似有少少虛幻嘅感覺，似真似假咁樣。
側邊個邊咧唔需要整得咁整齊嘅，鬆鬆散散咁咧就比較更加有呢個立體感嘅，就係得啦。簡直是藝術的傑作。得啦 ，OK， 搞掂啦。呢、這個就係寶仔名作《辣天啊》，呢個係靚靚嘅愛心嘅聖誕節蛋糕，哦，係咪好靚呢？睇嚟咧啲雪糕唔夠嘅。咁就差唔多啦，再點綴下，係咪好靚咧？啦啦，好啦，今日嘅時間係咁多。嘿，大家好，依、這個咧就係今日嘅製成品啦，叫做寶仔嘅愛心蛋糕，依、這個係士多啤梨加其他生果味嘅，叫做宇宙無敵蛋糕，祝大家冬至快樂！年年都開開心心，免受疫情感染啊！